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Leo， 今天要介绍《世纪帝国2》实用模组，跟大家预定好要在过年期间推出。那大概整理一下资料后，终于敲定了这部的教学影片。那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介绍第一个模组。那模组的进去方式呢，要从右上角这里哦，然后再选择模组，就可以进去这个画面。那这边是以下我为大家整理的模组。第一个模组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小树模组，好，这个是必装的。那它的功能就是把树变小，好，单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把树变小的话，就会看清楚战场的样貌，会更清楚一点。好，再来看一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这个圣物放大版的。好，这个放大版的遗迹啊，会更大颗一点，会更显眼，让你找得比较到一点。好，再下来一个，那下一个就是僧侣的指示符号，因为有时候在战况中要找到自己的僧侣有点困难，因为它会很小一个，那它会有一个像这个导箭头的一个符号出现，让你找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是这个火枪的。那火枪弹道的话，射起来会有更舒服的这个弹道感受，我个人蛮推这个的，但是它在 CA 模拟观战模拟器里面是没办法使用的，有点可惜啊。好，那再来看下一个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比赛地球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 TC 射程，会有一圈的 TC 的射程可以供你参考。假如对方有经过啊，或者是对方或者看到自己的 TC 的射程，可以看这一圈哦，作为参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模组。那下一个模组呢是城堡的 TC 射程模组。那最里面那一圈就是没有点一级射的这个射程，那有点一级射的话，这个外面射程会再破一个，以此类推。那最外面一层就是三级射的射程，这个比较直观一点。但是这个由于在观战里面会有点碍眼哦，所以我平常是不会装这个东西的。那感觉会有观众需要，就我放上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那再来介绍箭塔的。那箭塔的话也是一样啊，里面这一圈是零射程的时候，那一级射、二级射跟三级射的射程都会显示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，下一个是箭矢的这个样貌改变哦，它可以让这个箭矢变成飞镖骑兵的那种飞镖箭矢一样，有羽毛那种，看起来更精致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，那下一个的话同样也是箭矢哦，那这个箭矢的话有点变像是变成镭射弓的箭矢一样。可以从天而降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，比较有那种射速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模组。下一个模组的话，就是圣诞节的这个弩炮，可以射出这个圣诞树啊，蛮有趣的。我个人也蛮喜欢这个模组的啊，而且就算你不去注意它是圣诞树的话，会觉得它像钻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。下一个的话，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全套模组。那这个全套模组要下载的时候特别注意哦，它这个一系列的安装过程哦，后面会再多做解释哦。再下一个的话是这个猪排的模组。那猪排的模组的话，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野猪杀掉之后就变猪排了啊。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个，看起来更香了这个猪肉。好，再来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的话就是把羊变成一个羊肉锅啊，一炖成一锅煮啊。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个模组。好，最后我们来介绍最重要的这个被森林包围的 TC 的模组。那这个模组地图，待会我也会在后方去教大家如何开启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如何下载这间模组。那一开始，如果你要去载模组的话，按这个右栏模组，应该是预览啊。预览模组这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搜寻了。假如我们刚刚那个全套模组嘛，因为基本上其他模组你打刚刚那些名称上去都可以直接找到，但是全套模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会找到这个，类似的全套模组这个，但是这个是官方的你看那个下载量 351K 但是这个是不能用的这个我载了之后它会自己取消掉订阅，然后没办法正常使用。它其他的猪排系列啊，或者是炖肉系列都不能使用。所以如果你要安装这个全套模组的话，就要往下找，然后找那个下载量比较少的。最快的方式按这个 DL。好，我们稍微给它把它颠倒一下，因为下面又要等很久。好，突然找不到。好，那如果你像我这样子突然没办法卡住这个载入模组，这个最近应该是有 bug 所以没办法往下看。
最快的方式哦，就是直接找它的这个名称哦。假如我们要载这个 box 嘛，啊，我们就打 box er 啊，好，就会找到了。那出现之后，我们就载这个706个人下载的。那这个的话是确定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回到刚刚那个，好 ，villager 啊，这个系列的。那如果你要载这个顿落模组的话，哦，一样，上面直接打这个 stew 啊，那就会看到第二个下载量只有244这个，那这个的话可以正常使用。那下一个就是猪排模组。那猪排模组的话也是哦，官方的全部都坏掉了，坏掉了哦，整组坏掉了。如果你要用的话，就来下载打这个 BOAR 然后再往下拉拉拉拉，就会看到这个，下载量大概300多个的，这个就是猪排的模组。好，那以上这些就是我这一次介绍的模组，算是比较常使用到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教大家如何开这个特别地图。那记得这些模组你订阅完之后，假如这边是你要订阅的模组，你就按下订阅之后，订完阅之后记得要重开游戏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就玩单人游戏哦，那可以按图形。啊，如果你是多人游戏就按多人游戏哦。好，你想跟朋友玩的话就按多人。那再来我们就进入游戏画面哦，这个游戏模式你可以选择这个位置哦，你们看到这个位置，你就按这个地图进去啊，地图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图跟电脑一起玩，或是跟朋友一起，